家好，感谢你收看《美凤有约》。美凤啊，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。好，要甲大家讲个是讲，其实职业妇女非常的辛苦，过来上班，过来顾囡仔，过来拼出来。那我在想，有很多的女生啊，别过安静静，你厝内面应该是说啥拢唔免做，因为妈妈拢足够的，拢甲做便便，好，所以拢免做像小公主一样。不过真济过安了后，妈妈无法度对身躯边啊，这个小公主就要长大了，就爱家己洗啊，家己吃啦。给你照顾啊，好的，今天咱请来这特别来宾，就是从美凤啊讲的，伊今嘛外高诶，搁也直播做菜，教人做料理，教人安怎整理吼。啊，不过呢，伊今仔嘛是要来学习，就是讲整理这个灶卡啦，整理还是上个麻烦的，对，会浪费很多的时间。但今天也有达人来教他，跟我们分享。最快最短的时间，让你的油车都哇，马上清洁溜溜，它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，做一些美美的事情，保养也好啊。好的，今天同齐来学做料理，搁学做摒扫，安怎整理咱的灶卡哦。好，我们请到这位还没有结婚以前是小公主，现在其实也是个公主。我们欢迎咪咪，还有生活达人郭龙。我是甜美娇妻咪咪。我是生活达人郭龙。今天与美凤约什么？顽强油污轻松除，厨房清洁超快速。耶！凤姐好，凤姐好。今天要分享就是刚你们最后讲的那一句，超快速。对，就是要快。真的，尤其你这么就搞的呢，哇！会在家里哈，带小孩，有时候出来露营，还会整理。还会安排让小孩在这个疫情当中不会太无聊，因为还有游泳池哈，自己做了一点游泳池，充气的那个充气的充到老半天，充到觉得大汗小汗一直流，然后好累，但看到他们开心就值得了，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，这已经妈妈了，生了几个小孩了。穿泳装还是这么辣，不敢，没有，因为我是看了凤姐的泳装照，想说我要以后我要一直维持你这种身材，肯定激励我很棒哎。还有今天呢，就国龙又来跟我们分享，对，就是说其实做家事不要说只有女生，男生也可以帮忙，而且不会很麻烦的，很轻松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要帮忙一下。对对。好，那今天要做什么样的料理呢？今天要做辣的。耶，就是夏天无辣不欢吗？好啊，我要吃做的是辣酱腰果鸡腿肉，好，还有一个台式的打抛猪，哇，超下饭，开胃。辣酱腰果鸡腿肉的食材有：去骨鸡腿肉两片，洋葱半颗，彩椒一颗，葱段少许，蒜末少许，姜末少许，干辣椒少许，腰果一包。米酒一大匙，花椒粉一小匙，玉米粉一小匙。台式打抛猪的食材有：猪脚肉300克，九层塔25克，泰式辣椒粉适量，蒜末适量，番茄2颗，朝天椒1根，柠檬1颗。你这么是鸡吧？鸡腿肉腌一些酱油，一点点盐巴，然后一点点那个胡椒粉，还有蒜末，然后一点米酒，哇，然后我们现在抓一点点那个玉米粉，玉米粉，对，玉米粉，好的，抓一下，然后我觉得这样肉会比较嫩一点。对，国龙的话吼，你的厨艺给干买到沙缸吧，因为听说你在这方面很有概念，很有想法，因为吼，咱的物件用好了吼。油抽，尤其是每次碰到那个肉啊，或是什么海鲜、海鲜啊什么，那五味如果会差，五十分后我们都是豆包，阿伯的纸巾，啊纸巾干哪里油切的，根本嘛个卡掉的，啊豆包，我拢感觉豆包真正伤心。真正够卡垃圾，因为些豆腐爱点点煮过。不，抹布沾了水以后，不可能把油擦起来。很难哦。对，那个水不可能，水不可能把油带走啊。所以就变成青年剧组安尼用，用到规个就是味就重，我那开窗门。还有化学的清洁剂哈，还会残留。啊，对。啊，那些餐桌啊喝啊，这厨房啊喝，东西掉了以后，这个食物啊，那你再拿来吃的话，这个残留也不行啊。哦。哦，都是化学药剂啊。
没办法，好像就用这样才会伤皮肤又伤身体。哎，对，啊，呼吸其实也不舒服，对，也不舒服。尤其哦，大煮完饭以后哦，要清洁抽油烟机、琉璃台、瓦斯炉。这东西做大的问题啊！地板，地板，对啊，果然真的是家庭主妇啊。通常都是用一般的清洁剂嘛。好啊，刚才讲过，那个都是化学的。那我今天发觉到有一样天然的清洁的。哦。非常简单。哦，你的主公我拿来喷的时阵，只七七的就好啊，七七的就好啊。嘿。哎，也足清洁。足清洁的，不伤手，不伤皮肤。哎，这样也很方便呢。很方便。啊，一般的话，嘿，是这样子，抽取式的，这样就可以用了。一丢这么方便，一丢也才七个月照它都会晒。哎呀，不要！真正的，真正的，地上面干掉的油，变黄腻腻的油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。那青岛抽油烟机干嘛用？抽油烟机它有油草，拆下来擦。嘿，还有我们的瓦那个抽油烟机四周围。通通可以擦，拢用这些，拢用这些就好啊，唔免挂手套，啊，嘛免戴口罩，啊，你讲一张，一张哦，伊这个张吼，这张吼，这是一块布，这是唔是湿纸巾哦，那里面的成分吼，它是天然的，它有柠檬精油、橄榄油、矿物油，好，那直接这样擦就可以了，比你去去个打底一剂，没有干掉之前都有效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拿起来喽。好哦，你就这样吼，这个先拿下来。然后那个油不要太多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这边加哪里油嘞？对啊，地掉。加油，这油油哈，先切哈。嘿嘿嘿。你打开电的时候呢，先擦起来。为什么？你如果说油啊、酱油啊，你如果没有先把它擦起来的话，你再煮的话，它也就会沾到锅子。所以可以用这个擦锅子外面。对。OK， 没错。你如果没有先把它擦起来的话，也超会搭的。其实你都切不起来。就完蛋了。好。啊，但今嘛，纯竹瓜下油。对，我们剩一点点鸡油，然后我们就先小火一点。好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辣豆瓣酱。哦，我最怕开这个。今我跟你讲哦，超难开，我手又油油的，然后手油油就不会开耶，所以我们都会在地上抠抠抠抠抠，敲敲敲，不一样啦。啊，怎么办？没。我给他位置来，炸一支起来。炸炸什么？足好用的。这个物件吼，大家每个人都怎样？拿个工具来敲，让空气跑进去，对不对？不用哈，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了。嘣一声，有嘣一声哎，打开了。哦，怎么这么厉害？不用转。不用转，就让它空气跑进去以后，马上可以打开。因为经济人吼，手卡无力，手会无力，就是我。因为它是真空的。它是真空的，所以不容易打开。哦，以前都是在地上砰砰砰砰敲敲敲，不然的话就是把它敲到都变形了。天呐！没办法密封，空气跑进去，细菌跑进去了，然后就完全没救。这样的话，瓶盖都不会变形，没变形，没变形。哎，那我们这边那叫进步吼。我看那跟他开瓶器，哎，开瓶器，哎，开瓶器，一般是在这里，哎，在开瓶，开酒瓶，啊，可以在开这，哎。所以讲，古早传统的拢这种的，这种的开过了吼，啊，一定是变形的，嘿啦，一定变形的，嘿啦，凹啦，去耐凹啦，啊，这卡起了，酒味都，是挥发去啊，对，都走去啊，啊，这个开瓶器如何赶快？用这个，赶快多起来，赶快，哦，来，哦，我看嘛，安尼，我这嘛开过了吼，好。完整的，啊，你很可以多来比看麦，加一点点油，好。那这个盖回去哈，这盖回去还会嘣一声哦。哎，哇，我们要加一点点的花椒油，一点点花椒油，提个香气。好，腰果，腰果，腰果也是最后下，这小朋友一定很喜欢。对啊，而且还蛮健康的，小人用哦，真的。这一定很下饭，葱段下去就好了。哦，干豆头就可以关了。好了。是哟，小心对吗？旁边弄出来。好，来我来。耶，好了。好，算成功哦。成功，头一摆来才做了。对啊，好紧张。好，还有另外一道台式打抛猪。好的。其实这个锅切到尾啊，上尾啊被偏掉的时阵哈，插哪里最好？哪里？那个洗碗槽。
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洗碗以后把水放掉，那个油渍都是在四周围。啊，没有清洁剂，你就再过去，啊，多啊一条，七七灰灰嘞，啊，多啊一黑条，擦物件油。因为一切油去不掉，伊就不出来啊。进去以后，它不会再出来。哦，对，特别哦。然后这一块布哈，把那个洗碗槽，四周围灰灰料最强的料，你的洗碗槽是清洁的。啊，无以前拢爱他妈卤啊，还有清洁剂啊，唔免啦。哇，厉害耶！哇，像这么油，等一下都可以擦。好，啊，你绞肉下去。对，把水分憋出来。好，然后它的水分也快吗？哦，但那水分较少些了，你再过来我们就放蒜头。我在想讲，绞肉油下落去憋结料，就是大蒜。你是下米酒，啊，你有下油嘛？我下。其实一点点油，因为这个绞肉它没有那么不是那么肥，所以就一点点。我现在要来加那个 tomato， 对，番茄。好 ，tomato。练皮啊？确定啊？呢？嗯，确定啊？啊，真正已经来吃了吼。对啊，好。然后我们吃来对，另外加上上最。我就等它再加一点点。你有切过，这没切过。啊，对吼。哎，有吼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啊，这安尼吼最强的浓重清甜。哦。啊，这块布嘛无工作余的啊。还可以再用。但你再过去加，哎，加过再切的。哎。其实厨房里面不要给它油吼，就不会长一些小虫。哎，蟑螂、蚂蚁啊都不会来的。哦。好。安尼煮起来物件嘛，较卫生、较健康。了解，你那个高秤它什么一放就很就打泡珠感觉出来，就要放它是灵魂，香气出来了哈。好了，好，准备上菜喽！耶，超下饭的，好香哦，请享用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里面我已经放了这个打泡珠，对，打泡珠超下饭。嗯。有来到泰国的感觉吗？对，高赞塔超加分的，一定要，而且要越我都是会越多越多，嗯，味道就很够，好吃，很下饭，嗯，煮个美食，全家都好幸福，嗯，但收拾真的很辛苦，超辛苦，很累，嗯，尤其是要用完小孩以后，我才有时间，然后才去打扫整个，然后我又有洁癖。我每天就是为了那个厨房，就一直涂涂抹抹涂涂抹，然后在那边清啊，在那边刷。你老公呢？嗯，他就跳卡一下在沙发。那你清洁用什么清洁？我清洁哦，就各式各样都有哎。对啊，常常就是你会用到，有时候每天就是在那边洗洗洗，手都会觉得好干哦。对，就是一直洗，又清洁剂啊，然后又干了又湿了，然后这样子用。那你？你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老公，人家国龙有分享一个还不错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让他可以参考看看。没错，让他擦一擦，然后我可以换我休息了一下。对呀，轮流。以前都用化学的啊，用化学的啊，伤皮肤啊，又伤身体啊。嗯，刺鼻会吸到肚子里面去，对，伤身体，很刺鼻，对，很啊，油布。就可以这样轻松哎，我觉得这个蛮好，是我不是都会用抹布吗？抹布还要再洗，对，然后洗越久，有时候会熊熊。好，那这个好像抛弃式用一用就好。好，你要郭龙，你现在干什么？这个是洗力控，好，它是黑色的，这个它的特点就是说它不会再回染，就是咱台语讲的别倒来倒去。啊，我用外去哈，去有你看，好，你给用出来哈。这个比你们家的抽油烟机、琉璃台还要黏，还要脏，好黏哦！哎，做黏的我用卫生纸给切，哎，这是切不起来，哦，做油的，这是切不起来啊！哈，你来用这个，做简单呢，啊，切起来，这个也太神奇了吧！重点来啊！哈。这乌的一只吼，我手一只，伊袂走得过来，它不会再过来。我利用另外一边了吼，黑的在这里，它不会再跑过来。哦，它的重点在这里。好，哦，那布还一样继续放在这里。是，
那我另外再用红色的油漆。油漆哦，哎，这个油漆还没干掉的，洗涤控还没干掉的都可以哈。哇，那洗涤控也好强啊！哎，啊，这个一定要用松香水去渍油，对不对？对，不需要哈。好，同意的。那一样这一块布哦，你看哦，脏掉的地方还是可以继续用哦，一直用到干掉为止。那用松不用松香水去渍油哈？啊，起来了哎！哎。手是干净的，安尼算真厉害啊啦！手是干净的，因为我拄啊都想讲，迄块布真是油漆起来，应该真油啊。啊，伊也可以使用，想袂到啊，你可以使用，嘿，一滴盐，一滴盐，盐到打底为止。嗯，油的。厨房内底上油的这，嗯，好，油草，油草。以前拢啥物用啥物物件切？像头拄啊咪咪讲的，拢用这个物件。嗯，一定爱戴手套、戴口罩。哦，而且还要开抽风，哎，会伤皮肤的。嗯嗯，吸到肚子里面去的。那刚才这一块布用过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哦。继续用。哎，继续用。来。哇塞！哦。那个那么黏的油可以清掉。这么黏，这么油，这么黏，有擦过跟没擦过的地方。差好多。我现在擦完了，对不对？哎。那我可以用湿抹布、干抹布都可以。我把那个水分先擦掉一下。哦。哦。哦。很干净哎，会闪哎。有擦过没擦过的。差这么多哦哦哦哦哦！哎，哇，一只袋布那个淡淡鬼使用，啊，拿去洗就不行了。不行，它不能沾到水。烤箱啊，什么都可以吧？对，烤箱、微波炉都可以，这袋布。哇！这袋布都爱去袋，赶快去袋啊！你现在加个淡淡吗？好轻巧啊！因为个真正会用的，你话因为个淡淡。对啊，淡淡拢会用你啊。一样是干净的。基本上，伊这物件成分有安全无？我看嘛，爱请国龙甲咱分享一下。好，伊这内底主要的成分吼，主要的成分是这个柠檬、柠檬精油、橄榄油、矿物油、羊毛油，都在这里面。嘿，每一张里面几乎等于是一颗柠檬的精油在里面。它通过 SGS 60项的检验合格。那还有通过欧盟化学总署的环保法规，还有通过加州65号法案的关切物质，通通通过的。完全零添加，它也不容易干掉，因为它是密封盖的原理，然后直接抽取。那这个里面的环是可以360度可以转的，所以它抽让你抽的时候更方便。哦，直接这样抽的回来就可以了。不会。盖起来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声音，不要晒太阳，两年不会干掉。那还有随身包，带出门很方便。带出门很方便。现在是不是都很休闲啊？对。骑脚踏车。这么油，这么脏。这么油。有够油，有够脏啊。那我不用水，不用清洁剂。来，当你外出的时候，你到山上去爬山，脚踏车绕人啊。哦，哇塞，干净溜溜。不用水，不用清洁剂，这一块布。我都一直在想，如果绕人啊，他的油万一形容又面子给小气一下，啊，再个用金牛座，唔免直接去就好啊。那你手完的时候，咱出门的时候，咱有照卫生纸嘛，对不？对啊。啊，是咱手拍拍嘞，一打起啊。啊，你是讲用好了就可以用。都打起啊嘛，对不？哦。来。啊，无我最强的嘛 ，OK。哎，对啊。啊，咱即把卫生纸甲水切了打，当中无油啊。当中没有油了，那你的衣服都可以摸了。哦。没有油，完全没有油。哇。这个气炸锅上面也可以清洁哈。那气炸锅不可能拿去洗。那气炸锅最脏的地方哈。最脏的地方就在后面，炸了以后油会喷到这个香环这边。那一样，打开来，抽取一张。这个气炸锅哈，里面就是这个香环，一定要擦，因为你炸完以后，所有的油全部都是集中在这里，全部都集中在这里。这个一定要擦，你看，这里面到处都是油，只要是油，通通可以擦得起来。还有我们家里面墙壁上面的油，来，不管你拿什么卫生纸来擦，很难擦，对不对？那我刚才讲过了，这一块布刚才用过的，不会吧？还可以用啊，因为凤姐，我跟你讲，我够淡淡的。你今麦给他用，因为话哦，你看这油是加伊嘛，不会带他招来我的手的啊。你看哦，咱这擦的时候有简单不？好像很轻松就擦掉了。
啊，你有简单不？有。这块布会使拢总切较清气。只要是淡的，只要是淡的拢总会使切。哎，只要是淡的拢会使，拢会讲会使切。啊，然后佮用一个清水啊，啥佮切一下就好。你用一块大布啊，啥物佮切一下就好啊。哦。哎，拢总无油啊。哇，完全没有了，干净溜溜。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很多人现在厨艺都进步啊。然后煮饭呢，是大家享受美食非常好，但是清理后续是个很伤脑筋的，很多人都不太想面对，好吧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发觉就好，普通时的生活，还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变少，好像就没那么困难了。尤其是咧油肉肉的，还是抽油烟，还是啥？最不想去碰的。哎，记得哦，你若无逐工无，你嘛一礼拜一摆，一袋布，好省的，只要伊是淡的，伊讲拢会使。啊，很好奇，我觉得这个是最轻松又比较甜年的红饭，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很担心太多的一些添加物、化学的东西是很刺鼻，呼吸道也会不舒服，小朋友再换又会担心。现在我们可以郭龙跟我们分享，我们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郭龙，也谢谢你带来的美食，谢谢咪咪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二位。